乡谈，报兄回家乡谈报兄。告示上面写着金阳堂上可汗吃了母虎但愿转了去苦逆安我转去装着丢下岂不被他吃笑管什么有虎虎安是国刚在眼前管什么有虎虎万一臣臣叫我去上有后哪里有后哪里有我后看上了他们的堂了这金阳堂上哪有什么猛虎下堂暂心变了啊用上来不能行走啊这里倒也干净
他属于贫客，免得了